진짜 얘네 죽여봐. 鸡翅膀饭开奖，老字号的。哎，先搞点鸡翅膀饭啊！哎，鸡翅膀饭开奖。大鱿鱼，来吧，大鱿鱼。大哥，这边有几个呀？ 来了吗，美女？来，我们去炸一个大汉堡。来，这边有几个呀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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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手的。你那个是什么？哎，你这报错了。到了，来，吃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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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
好了啊。来鸡爪来什么啊，这还没喝完了，你看吧，他是不是喝他这个不想，不是我不想，不知道。我在这写的地址是张月的
所以客户的活我干。看火车。跟富银行收款十五元。来，秘制鱿鱼，尝一下鱿鱼。来，下摆鱿鱼。来，鱿鱼。拉进来干嘛？还是叫？发财价，我吃。来个老花椒。来个台的。你别跟他有点方向。
灌汁的，非常好吃。帅哥美女，一份两份，片片灌汁的，请下来一份啊。片片灌汁的，你好，大哥，一份两份，您告诉谁了？来一份呢？来大肉夹馍，爸爸。片片灌汁的那种，请随便加一份。嗯，那上去大概得多久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我没掐过时间。啊，就大概我说半个小时上去。来来来，要套餐了啊！好的，好的。三个都买呀。
甘肃银行生产十万元。完了啊！来来来，香酥牛肉饼，我吃过的啊，那边冰箱好吃。来来来，香酥牛肉饼。来来来，香酥牛肉饼啊，吃过的。来来来，香酥牛肉饼。来来来，香酥牛肉饼。看一下啊，刚吃过的。是那个四川黄焖鸡古镇的那个辣，没有地方坐。一小份是几块？那就拿一份。你要放醋。油胡轩。哦，一个多少钱？一个十块钱。这是牛饼，哎呀，这面油多嘛，油多嘛，对吧？你把它撕成一块面，那是酱饼吗？你吃过吗？来，老拿这个护士啊，快叫来看一下，你老师工作拿这个字啊。你们要的还有多少？
来一个吧，要不要来一个？是不是？现在十块钱一串，羊肉，不是羊肉不要钱。来一盘尝一下。来，看一下新鲜羊肉，看一下。来，看一下新鲜羊肉，来看一下。
子呢。来，看看冰雪好学生的故事。来跑猪蹄，西路香港的跑猪蹄。新疆的烤猪蹄，那你烤猪蹄就不烤了。现烤现卖的烤猪蹄，热难保。来烤猪蹄的，现烤现卖的啊。来烤猪蹄，西路香港的烤猪蹄。来烤猪蹄，热难保。好。新鲜美味的烤猪蹄，现烤现卖的。好，老大，先吃点开心的，看一下。一个老台门告诉我，来，香蕉一块九，来走过你说吧，香蕉一块九，香蕉一块九，香蕉一块九，冰镇五点四九块九。来一下，来二两烤猪蹄，来烤猪蹄，中间笑脸的那个。啊？哦，没事，我给您烤。多少？小美女，手套需要的话自己在那取啊。来，你拿好，慢走。我走了。老聂，好老聂。哎，我给罗媳妇买了一个小包子。非常明白了，你看一下，有大中小份，是吧？三十元，牌子上有，非常清爽。行，没问题。小份儿，他们那是小份儿对吧？啊，泡饭左右，你直接吃啊。那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内蒙古周年农业四轮猎奇啊，你二八。哎，大鱿鱼呢？
吃点牛小鸟。羊肉串，干一串。慢点，可以吧？支付了。你要什么？还有一个鸡蛋煎饼，这真的，咱能煎饼跟韩国小吃，哪有人算啊？谢谢啊！再见，来了，明天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烤冷面啊，芝士火腿面烤冷面。
和尚怎么聊到这儿？三十三。好，三哥。好，三。江苏银行收款11元。来一个吧，大哥，来一个吧，尝尝吧，试试吧，没吃过东西可以试一下呀。光拍照，光手机吃了。来，刘王哥，自己不准他吃，手机吃了。来，刘王哥。来，香菜，刘王哥。下次给你个浪顺吧。这样一个。来来来，大妹，你给我炒个面。不用了，先喝吧。你这兄弟感觉。啊，喝吧。要不想喝那个地方。就送到，就把他送到地铁站的话的吗？老哥，你慢走啊。你看这人。那么在屋外这位，哎呀，穿了大车了，我在哪住？又藏一床，谁拿的？谁拿的？我进去床里，我进去床里。要没事的，多少钱？块儿。这技术好，其他的都好点。
来看一下去吃火鸡方的面，现在吃好了。来，方娇这边要不要来一杯啊？来，帅哥们，你们来一杯。那个要给我加上四串吧。那个，哎对，我们四个大鱼加上四个。要不跟师傅合三张？要不跟师傅？是吧？好了吧？加对什么？没加对什么？哎，我等等老板。我怎么没有菜？你想吃点水，想吃点水。我这边好像说实话，你们两个拿几个鸡腿？要一份猪蹄啊，那是多一点。对，25元。几个？好多啊！你啊，鸡排吧。师傅好，我是谁？来。